白色的那位朋友，哎，你是哪位啊？你为什么要一直笑？你真的很奇怪。Excuse me，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一直笑一直笑的药？含笑半步癫的姐。我是一个外貌英俊潇洒，哇哦，内心纯洁无瑕的天才少年。我有一个外号叫创造102男孩，对，他就是多出来那一个。我每天都要用我的聪明才智完成102件发明，所以我今天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，请你赶快放我回去。好，那你跟死者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了。他不是你们学校的，我们四个都不认识他。那个学校门还没有打开，他是在外面没有找到的。他是外面鬼鬼祟祟的人。鬼鬼祟祟